来关心是阿里山森林铁路福森号，被称作是移动美术馆，这个月28号要正式来启航了。福森号呢，一共是有6节车厢，这个列车是以块木跟扁柏来打造，全车散发天然木材香气。今天呢，车票一开卖，到9月底的席次全数遭到抢购一空。火车缓缓进站，号称移动美术馆的阿里山林铁福森号3号中午准时从奋起湖发车，吸引许多铁道迷到场拍照。特别没搭过这种火车，很漂亮，很有质感，很有气耶。可是真的很难买票哎。列车顺着铁轨慢慢爬升，穿越偶偶遇遇的林道，沿途的美景看了心旷神怡。这个是目前我们阿里山铁路最好的一部车子，它全部都用红块跟台湾扁柏所制造。你知道全世界就有3个国家有这个木材哦。阿里山林铁7月6号将迎来全线通车，观光列车福森号一共有6节车厢，命名的由来是取自福尔摩沙森林简写，也祝福乘客会很有福气。列车将在7月28号正式启航，每周日一般上山的车次。3号车票一开卖到9月底，一共1350席座位，1小时内就已经全数卖光。游客想要搭还得等。欢迎搭乘福森号。穿越车厢内的黑色拱门，内部是透着温暖色调的木头内装，9宫格的木质便当散发浓浓在地风味，周族传统小米饭和原木烧烤、盐猪肉等等，看起来精致美味。阿里山林铁历经莫拉克、杜鹃台风后中断，历经15年，铁道终于修复通车。游客可以沿着林业铁路从海拔30公尺攀升到2451公尺，享受各种乡野林巷的美丽。记者苏婷、张俊荣嘉义报道。